通达的故就是 How are you 的意思，你好吗 ？How are you？ 太平就是很好，不是关门打呼哦。公公打雷呼就是 How are you？ 公公打呼。对，然后呢，还有日文，日文你们一定都知道，对不对？空一句啊，有听过吗？空吗？没有。阿里嘎多格在吗？没有。阿里嘎多没有听过。阿里嘎多是什么？谢谢。谢谢。对啊，对啊。爱してる？什么是爱してる？不知道。就是我爱你。I love you. じゃあ、法文的我爱你就是じゃあ。OK。台语啊，客家话啊，日文呢、啊，对不对？所以我讲很多种语文。来 ，language structure 语文 language， 再来 structure， 还来 t u r e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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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ture 的 ch， 有没有 picture p i c t u r e？ 那 structure 是 s t r u c t u r e， 所以我们要背 t u r e ch ch ch， OK？ 好 ，number two， a newWord， 好，还来 O R 三个的 R word。Number four， P H P H， 复复复，还来 P H 复复 R， phonics good， 还来 U U 代表不可数名词。OK， now let's review reading C number one to number three。好，我们从 C 的 number one 到 number three 来念来 ，number one。A language structure. Okay, number two. A new word. Number three. Funny. Very good. Okay, now A, B, C. Adjective. Sit down. 好，还来 adjective。好，再连到 adjective 就是我们中文的什么？形容词。连到形容词，欢迎你。Uni。13. What is the title of Unit 13? Wonderful day. Wonderful. 好，比如我们这次英检呢，有的小朋友考满分呢，就是 wonderful 就是怎么样？很棒的，很棒的什么？一天 ，a wonderful day。啊，比如说 Phil。好，他考那个多益，那今天出来了，多益满分是990，你们猜猜有考几分？啊，你们猜猜看，零分。好，我跟你讲，以前他考940，就是他大学的时候考940，那他现在毕业了，你觉得他会考几分？我看谁猜对，990是满分，他就差一点点。他二完，他本来想说990，哎，谁猜对了？980耶，比我猜980耶，哇！你看你们老师很厉害，你看你猜对了，是吗？是谁 ？Angel， 哦，你们三个，哇，你们好厉害，990，多益就是三用英文，你回去如果跟你爸妈说比我多益考990、980 ，Angel， 你妈应该知道，不知道。哦，不是，我是说他应该知道多益考980很棒。没有，满分是990，刘一菲考980，他差一点就满分。他的听力是满分，阅读呢是扣了10分。对啊，他本来说那个阅读被他弄到了，要不然他可以考满分。满分，我跟你讲，多益满分都是在出那个外面那个什么书了，就是他会出版书籍。出版社。不是出版社。好，还有以后要去公司上班的时候，很多老板要用他，因为他很厉害，他现在也有在翻译啊，他有在跟即席翻译啊，就是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那个 Green Monster 他们的公司，以后他会出去外面工作，因为现在我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帮我，他刚退伍，怪兽啊，绿色怪兽啊，他们那个公司叫 Green Monster。有啊，如果跟国外的客户开会啊，或是要，要写论文啊，就是费友在帮忙帮写的。OK。他去考试。啊？去考试？费友，费友是当兵过去。他去当兵啊，他当兵啊，他毕业之后去当兵啊，他当兵回来就先帮我一下，因为 Bridget 现在身体不好，然后最近我眼睛又快瞎掉，我看到你们都是雾雾的，
然后改考卷都是雾雾的，你没有看到我用那个眼镜，弄了一个眼镜，但是也还是眼花缭乱。嗯，那要老花眼镜？没用啊，那我本来有一点点眼花，但是因为我那黑黑的眼球有一点点受伤，所以他帮我一下。嗯，过一阵子他就要去。你眼睛？哦，没有，要常常扎眼睛。医生说要扎眼睛，我有去大医院看。Okay, now a wonderful day. W S adjective. W for? W for one. Good.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wonderful?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wonderful? 好，形容词都有一个的。How about the? X for? X for what?Excited. Okay, now, 句型 To be 行李 生成是开门 Subject be angel team now. Okay, sentence is It is a wonderful day. I am excited. I'm excited.Tid, 是 T-E-D 要念 T-E-D Wonderful Excited 好，六考多一考980，你要说什么 Wonderful Wonderful What a wonderful great. 好 OK 你没有看到 Subject BAdjective noun. 你没有看到 It is a wonderful day. 你没有看到 wonderful. I am excited. 要看到 excited. 看到 excited. Wonderful. 好，那形容词的位置在哪里？形容词的位置在哪里？在宾动词之后，名词之前。说它的形，宾形名，性必的最大。所以形容词呢，在be 动词之后，名词之前，你可不可以说在中间？不行，在中间是在你跟我的中间吗？不是，是在 be 动词之后，名词之前。OK, upcoming event, 它的 event 事项。Power, don't look too much. Yes. Dear parents, OK, you read 它的那边 point, go. 亲爱的家长，英文的教材。环境在学习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启发孩子的吸收的能力，在辅以教材的训练，希望为孩子的英文学习OK, 一条什么？坦途。OK, 好 ,turn to the yellow flyer, yellow handout. 好，黄色的奖励 ,2024, 看来 2024. The yellow handout, 黄色的奖励，看来 2023 and 4. 好 ,language teacher, what is the language teacher?What is the language teacher? Possessive S. 它的所有的 S, 一撇 S, 人它的人的的。好 ,number one, possessive S, 它的一撇 S, 它的的。它的人它的的。Mary's, 它的一撇 S, 它的的。Mary's bag, 它的一撇 S, 一撇 S 什么意思的人的的。John's shirt. Natalie, 翻到这个黄色的讲义。现在要上黄色的讲义的，好 ，Jones， 我要上第二个了。Jones 就是一撇 S， 它的一撇 S。好，那有人的的就有什么的的？物的。它的哦，它的魔物的的。The CD of American Star with English Book Two， 它的 of。好，有 of 的的要由后往前翻译。OK， be language teacher， 它的的定冠词。Number one， 它的冠词分为什么？它的定冠词的跟什么？它的不定冠词。二，嗯，你看它的定冠词啊。
还有不定冠词二，嗯，啊 ，number two， 定冠词的，它的定冠词的 ，the 加什么音？看上面那里，念的时候要加什么音？念的 的时候加什么音？它的 的 加子音，上面有个音标啊 ，the 的时候加子音。那如果念 的 的时候呢？奶奶，念 的 的话要加母音。好，那一颗苹果。苹果是 apple， 所以要用 the apple 还是 the apple？ 了吗？ apple 是母音诶，所以要念什么？ the apple， 因为 apple 的 a 是母音，所以母音的时候你的 the 要念什么？ the， 所以要变成 the apple。好，主要是指什么？特定提过，指已经提过了它的人，它的事物。好，再 highlight case highlight 人事物，好 ，highlight 特定那两个字 ，highlight 是人事物。下面你要写的是这一行定冠词的 ，highlight 定冠词的，是指什么？这个 ，highlight 这 ，highlight 那 ，highlight 这些 ，highlight 那些。所以你要写的是下面这一行，你现在先写下面这一行，我看一看，写定冠词的，定冠词的 ，right now。冠词，定冠词，你没有写定冠词的。Kate， you need to write， 要写了定冠词的。冠词的，你怎么了？对啊。好，刮胡是这那这些那些那个，你可以不用写。定冠词的刮胡啊，这刮胡，照这样写啊，这。这顿号那的就是这个那个这些那些的意思，这那这些那些，所以回去还要再写一次。等一下下课要把这个写一写，今天要把所有前面的讲义都写完，教完一个就要写一个。Power don't run now。好，我们看下去，来 number three the ruler 他的。有的是指定是这把尺，还在指定，还在这。好，后面的中文你就不用写了。The boy， 还在的。好，第四个，下面这个不用写，我要讲解而已。还在不定冠词二嗯是什么？一个单位。还在一个单位，用于什么？非特定。还在不定冠词、啊。还在非特定，还在单数。好 ，a book， 还在二，随便哪一本书都可以。an apple， 还来 an， 因为是母音要用 an， 随便哪一个，全年卖的一颗苹果叫 an apple， 那个什么家乐福卖的随便一颗苹果叫什么 an apple， 那如果有指定我这里拿一颗苹果到这里就不可以说 an apple， 要说什么 the apple， 你用手去指定，或是说话者跟听话者都知道你在，好，比如说全年这里有十颗苹果，那你要买这一颗，你要说 I want to buy the apple， 指定那一颗。好，再来 a boy， 还来 a， 用 a 是因为它是，你怎么全部都 highlight？ 用 a 是表示它是子音，用 an 表示它是什么母音。好，下面这些要不要写？不用。不用。好。那其他有画格的，有一格的，就是要你麻烦你练习。好，下课再写。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No, I don't. I don't have any question. 好，那就 put aside。好，先把它收起来，不是 put away， 就放在你的抽屉里面，等一下再拿出来写。Now take out your student book. Natalie, take out your student book.Natalie， 现在要拿学生课本出来。Take out your American style with the English book too。把课本拿出来了 ，Natalie。OK， 欢迎你。Open your book to Yuni。欢迎你。Twenty-nine。Yuni twenty-three。要翻到23单元。Yuni twenty-three。Natalie, Unit 23. Unit 23. Now, Unit 23. Howard,
什么？好 ，Unit 23， 第一撇 S， possessive S， 一撇 S 是人的什么？人的什么？人的的，都有写了吗？人的的。好，我们看讲义 ，language structure， 啊 ，possessive S， 按在所有格名词的所有格，一撇 S 就是名词的所有格，按在名词的所有格。Number one，Natalie 要开始讲义了。Number one， 名词的所有格，开在名词的所有格，表示某人拥有某物，开在某人，开在拥有某物。在名词，它的名词，它的字尾加什么？缩写符号，它的一撇，和死，它的 S。好，第二行名词的所有格，它的名词的所有格，它的单数，单数的话，它的名词加一撇 S， 它的名词加一撇 S，teacher 是它的一撇 S， 老师的，它的的。好，名词的所有格第三行咯，它的复数，复数是不是要加 S？ 好，复数字尾 S， 它的 S 再加一撇，所以 teachers apostrophe 它的 S 一撇，它的们的，所以分得清楚吗 ？A teachers 是几个老师 ？A teachers 很多二哎，为什么会很多呢？啊？一个老师叫 a teacher， 那一撇 s 就是什么的，就是单数的什么，就是单数的一个老师的。那如果很多老师呢 ，teachers， 那一撇就要配在 s 的什么后面，后面，这样懂吗 ？Look at the board， 这是单数的什么的。一撇 s 是的嘛，对不对？啊，这是复数的什么？的，老师们的 ，understood？ Understood。OK， 好。好，在第二点 ，Number Two， 一撇 s， 它的一撇 s， 中文的意思是什么？人的的。人的的。好，我们再往下面看，如果是要表示物的的，它的物的的，物的的。下面的物的的属于某物的的物，物的的，好，物的的要用什么 ？of， 它的 of。Vocabulary of week six， 好，这是第六周的什么？的单字，这样懂吗？嗯，所以有人的的跟什么的？物的的。Okay, Mary. Okay, let's look at the text. 翻起来，讲义翻起来。Who's eraser? 这是谁的 ？Who's eraser? So my eraser is my eraser. Howard's eraser. Howard 的橡皮擦。Howard 的 Howard 是人还是物？人，所以要 Howard's. 好 ，Number one, Mary's bag is small.它的 possessive s， 它的一撇 s。Mary 的袋子，好 ，Mary 的袋子是句子的 subject， is 是 be， small 是 adjective。好 ，Mary's bag is small 等于什么？刚刚我有说过啦 ，Mary's bag，Mary 的 bag 等于什么 ？Her， 好，下面写 her bag， 就女生的她 her bag is small 就等于 her bag is small。阿文，你要写等于 her bag is small。写在下面这里 ，her bag 写在这里，等于写在这里，写在这里。Mary's 玛丽的，就是 her， 她是女生，所以 Natalie write down 写在这里等于啊 ，her。我们刚不是有玩很多游戏吗 ？Her bag is small。Natalie copy down. Natalie， 你要把它抄在那个第一个句子的下面那里。Her bag is small. Small, small. Okay, number two. Look at picture number two. John's bag is big. 它的 possessive s， 它的一撇 s。John 的 John 的包包怎么样？很大。好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John's bag is big. His bag is big. 好，现在变成男生的他喽。Write down. His bag is big. Write down. 这样是男生的他，所以要用 his. His bag is big. Is it clear? Howard, did you write down? Write it now, right here. Concentrate. Look at the board. H-I-S, not H-E. Howard, 等一下我会帮你留下来抄数字。His bag is big. Are you done? Ethan, are you done? Yes. Good, Ethan.Okay, number three, look at a girl. Who is she? What's her name? Mary. What's her name? Her name is Mary. Mary's dress is blue. 它的 possessive s, E-P-S. Dress 是我们说的什么？而且洋装。洋装 dress.今天 Angel 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洋装呢，让所有的男生看着都好像喝醉酒一样醉死了。Dress， 好，一下面写倒声的 a，dra a dress， 一下面写倒声的 a，dra a dress。Mary's dress is blue， 所以 Mary's dress， Mary's 下面写等于什么 ？Mary's。划线啊 ，Mary's 划线等于什么 ？Her， 所以 Mary's dress is blue.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Mary's dress is blue? Come on,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Her dress is blue. Okay, good. Number four, Mimi's dress is red. 它的 possessive s， 它的 E-P-S， 有没有写到？Okay,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Mary? Mimi's dress is red. Huh? Her dress is red. Her dress? 大家都写，只有你没有写耶，快点。Her dress? Her dress? Yeah, her dress is... Mary 跟 Mimi 都是女生的她，所以都要用 her. Her dress is red.句子结束不要忘了有句点，句子结束要有句点，你也没写啊 ？Mimi's dress 等于 her dress， 你都没有专心在听哎，为什么 hers 呢？没有 hers 的 her dress， 她的洋装。Are you done? Natalie, please write down. Her dress is red. Number four. Mimi 是女生的她，所以用 her dress is red. Okay, number five. John's shirt is dirty. EPS, 它的 possessive s. 那 John 是男生女生？男生。So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Kate? John's Kate. Huh? He's 整句啊。Kate, louder, Kate. Good job. Okay, everybody write down. His shirt is dirty. John 是男生的他，所以是 his shirt is dirty. Are you done? Good. Natalie, please write down. 你要写哦，你自己要写哦。Number six, Amy, Paul's shirt is clean. 好，他的 EPS.Amy,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Paul's shirt is clean? His shirt is clean. Very good. Okay, everybody that write down. His shirt is clean. Paul's 男生的他的，所以用 his, H-I-S. Okay, number seven, Mary's ice cream is red. J, everybody had a possessive S, had a E-P-S. J,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Mary's ice cream is red?
Mary's. Her eyes. Okay, write down. Very good. Her ice cream is red. Number 8, Howard John's ice cream is green. Howard. What is another way to say John's ice cream is green? His ice cream is green. Are you done? Everybody write down? Did you write down? Did you? Yes, I did. 第一位要提到，did的代表过去式。 Did you write down? Yes, I did. John's ice cream is green. His ice cream is green. Okay, if you are done, just move to Unit 24. Natalie, 好了，就翻到24单元。 Unit 24, 隔壁这一页, Unit 24. 句子结束要句点, Ethan. 句子结束要句点, Unit 24, 的。好，刚刚我们讲的是所有的 S, 人的 S, 现在要讲什么？物的。定，那个物。你都没有看，然后就乱讲一通。的是指什么？ 定冠词，写定冠词，谁还没有抄？医生，你还没抄？写定冠词，为什么还没有抄课文呢？我不是讲的，刚刚在联络部里面有讲，写定冠词，定冠词，我联络部也讲过了，讲义也讲过了，的是什么词？定冠词。 好，定冠词，来，我们看看讲义。定冠词的是指这个、那个、这些、那些，就写定冠词吗？你没有写，好，你等一下写5遍。大家刚刚我在讲都写了，只有你没写。本来这个就是上课之前都要抄好的，先把笔记给抄好。好，我们看讲义哦。 Language teacher, what is the language teacher? The, okay, good. Had the. 好，的是什么词？定冠词。定冠词。好，number 1，冠词，它的冠词，分为什么？定冠词。它的不定冠词，2，看定冠词，它的定冠词，2种。number 2，它的定冠词的，定冠词的，好，来指某特定，它的特定人事物。 它的中文意思有，它的这那这些那些，我们都讲过再讲过。语文的学习就是要重复、反复背诵、重复练习，不是这样子一天一天打鱼三天晒网。好，number 3， 不定冠词，它的不定冠词就是什么？不定的是什么？ Good angel， 它的二和n，这两个字代表什么？一个一台，一个，它的一个一台一只一颗等，一个单位，它的一个单位，是用于它的非特定单数名词，是没有特定的。好，第四个 number 4， the 它的的和an的差别。 的和an的用法不同，举例来说，它的 a cat 是指什么？一只猫。它的一只猫。然后最后一行 the cat 它的 是指什么？说话者，它的说话者和它的听话者。那只猫。都知道，它的都知道的某一只，它的特定，它的那只猫，这样懂吗？好，我说 a cat。 A cat 是美国一只猫也叫 cat， 日本随便一只猫也叫什么？ Okay. 台湾随便一只猫也叫什么？ Okay. 那如果我喜欢我家里面刘亦菲养的那只猫，你要说 I like the cat， 这样懂吗？我喜欢刘亦菲养的那只猫，有没有指定？没有。刘亦菲养的那只猫是随便的野猫野狗，读中国小的随便一只吗？ 不是啊，是不是指定我们家的那一只，对不对？嗯 ，I like the cat 好。好 ，flip 翻起来，讲义翻起来 ，look at the picture 看着图片，上面的图片有没有看到？这都是指定的哦。
好 ，look at the book. How the is the book red? How the no, the book is not red. How the it is green. 啊，他看着这里，看着那本书，有没有指定一本书给你看？有。如果没有指定，你怎么知道要看哪一本？你没有指定，这随便的一本都叫什么 ？A book, a book, a book. 那我如果说 look at the book 是指定什么？指定什么？指定这一本 Kate 是指定这一本 look at the book， 听懂吗？放在这里的随便一本都叫什么 ？A book, a book, a book. 指定这一本要说 the book。好，那桌上指定的书是什么颜色？绿色。绿色的那一本，那你就知道说话者跟听话者都怎么样？都知道的那本书。好 ，OK， look at the ruler. Hello. Is the ruler green? Hello. No, the ruler is not green. Hello. It is yellow. Look at the pencil. Hello. Is the pencil yellow? Hello. No, the pencil is not yellow. Hello.It is blue. OK, 不能用 highlighter. Natalie, 课文里面所有的你都要 highlight. 好，那我们拿 take out your pen or pencil. 把笔拿出来 look at, 这是什么句？有没有主词？有。主词在哪里？爱英语学者，有没有主词？没有。没有，所以省略主词是什么句？祈使句。祈使句。好，在他的左手边 look 的上Look 的左手边写 you，y-o-u， 在 you 的左手边再写祈使句，所以 you 祈使句的主词 you 怎么样？跑到哪里去了 ？Kate， 你把它藏起来了吗？跑到哪里去了 ？you 跑到哪里去了 ？Amy， 省略掉了。好，就是 you look at， 你看着。那有 you 这里，那这样抄哦，祈使句哦 ，Natalie， copy down， 祈使句，所以主词 you 怎么样？省略了，变成什么 ？VR 开头 ，understood？ Ethan， did you copy down？ 你抄了吗 ？You 写在 look 的左手边。左边右边都搞不清楚，在这里 ，Y O U， 然后之前这里写祈使句，所以我们说祈使句省略主词 U V R 开头，原形动词开头。好 ，Look 的 V R 写看 ，At 呢？看什么？看着 ，copy down， 看着，所以 look at 就是看着，看了吗？好，看着什么？指定特定的那本书，的写那，指定特定的那本书，写看着，你为什么没有写看着？好，那你等一下抄课文，上面写看着，上面 at power look at the board， 你上课都不专心哦。好，看着那本书的写那，或是这都可以，用注音的那或是这，看着这本书这之二这，这个的就是这的意思，那不是指定了这个那个这些那些吗？之二这，看着这本书，桌上的这本书，这本书。上面有没有写这或是那？好 ，Is the book red? Is 是什么词 ？be 动词。好，写 be。现 be 的这段是什么句？疑问句。疑问句，所以后面有问号。Is 上面有写 be 的吗 ？be be 动词 be is the book yellow？ 问号圈起来。No, the book is not yellow. No, 圈起来连到 not. No 的小跟班是谁 ？Not. Not. 不，书不是红色的。What color is it?
It is green. It is green. 好 ，it 写 subject， is 写 be， 颜色也是形容词，所以是 subject be， subject be adjective， 主 be 形。OK， now look at the doodle。好 ，look 写 v 呀，看着一样。Isn't look 上面写 v 呀，看着。Natalie， copy down。Look at， 现在不是要 look at the book。看着什么？这把尺的是指指定特定的这或是那，你可以写这把 ruler 是指尺，看着这把尺 is the ruler green， 好 is 写 be， is 是 be 动词，所以 be 在前面，你是疑问句。No， the ruler is not green， 然后圈 no 跟 not， 有 no 跟 not 是什么句？否定句 ，no 跟 not， 你有没有圈 ？no 连到 not，no 跟 not 是否定句。What color is it？ What color is the ruler？ It is yellow. Good. It is yellow. Right on subject be adjective. 这也是主 be 形 subject be adjective. Okay, now look at the pencil. 一样 ，look 写 be 啊。Natalie, copy down.V 呀，看着 ，at 就是注视着。好，这是什么句 ？J 这是什么句 ？Good， 省略主词。You look at the pencil。好，那我写那支，看着那支铅笔。Is the pencil yellow？ Is 写 B， 一样。